变形金刚，这个是车子。还有变形金刚。嗯。哇，这个你也有啊。你再看看。你也有钢铁人啊。变身。太大了。这个你也有啊。这个钢铁人。嗯。哇。妈妈。嗯。这个。盾牌，这个我们家也有。哦，你的玩具超多的。那不能拿出来啊。什么的？那是光剑。光剑你也有。可是这个我想要这个光剑的。不行，我们家已经有光剑了。拿那个车。走吧，到那里。你看。这个是什么？哇，你看，变形金刚。对啊，跟这空格格给你的很像啊。对啊。嗯。很像。看这个就很小。嗯。我喜欢变形金刚。你看广告的那个。嗯。广告的。我想要这个呢。没有要买玩具。我没有啊。我们等一下要去踢足球哎。钢铁人。妈妈，你看，美国队长的摩托车。还有盾牌，为什么？可是我知道美国队长不是有摩托车的啊。像刚刚那个叔叔骑的大摩托车这样，对啊，不行，拿回去放。今天没有要买玩具。好高哦！不然今天要买什么？没有要买玩具哦。你看，队长盾牌这个也有哎。嗯。从这里伸出去。